大家知道，把自己顾好就是把社会顾好，把自己顾好就是把家人顾好。每一个人都是防疫最重要的螺丝钉，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它拴紧，那我们的防疫就会成功。让我们全民一起来努力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总统、总统、院长，还有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那台湾现在的疫情，好、哦，虽然我们大家都戒慎恐惧，好、哦，不过因为全球的疫情的险峻，我们也不得不注意。我们回想起来，以前的 SARS 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可是那时候 SARS 的规模，全球被感染的，啊、哦、是8000多人，8079人，死亡的是700多人，774人。那到今天，我们的 COVID-19 全球被影响到的已经超过85万人，超过了100倍，然后死亡的人数，啊、哦、也超过了4万人。整体我们看得到，虽然大家全民一致。啊，在领导，总统的领导跟院长的领导之下，大家上下一心，全民展现了我们的高水准。我们现在是守住了。可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和这样的大流行里面，啊，如果没有戒慎恐惧，那我们就可能会失败。那目前台湾的疫情，它算是比较好的情况，就是我们的追查不到感染源的。好，最主要哈，现在大概都已经过了我们的潜伏期，大概有4个案子，还稍微哈留的一点尾巴，就大家常知道的258的案子，跟我们昨天322，哈，那还有哈我们的4大，哈跟4大的案子，大概有3、4个案子仍然哈在我们的潜伏期需要观察。好，至于在前一段时间大家所担忧的100案跟156案，哈这两个案子基本上到今天。啊，那个潜伏期也差不多到了，啊，所以在社区我们还讲它是有一个零星的社区感染，但是为了要超前部署，我们还认为社交的距离，啊，仍然是重要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昨天也特别宣布，非特定人在公共场所，我们希望在室内，啊，能够维持在1公尺以上，在室外维持1.5公尺以上。那这样的一个距离不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，那就请把口罩戴起来。那大家有人在问说，那在学校怎么办呢？学校当然我们尽量希望它能够开窗通风，能够保持距离。好像基本上学校全班的同学大家都是认识的，啊、哦，这不属于非特定的人。像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。哦，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距离，但是开会的人，啊、哦，大部分有经过适当的登记，如果不是，啊、哦，这些外面的人太多，啊、哦，基本上都是可掌控的人，那有量过体温，那有做一个健康的基本的报告，啊、哦，基本上在那种场合，也不见得说一定要来戴口罩，哦，所以大概我们希望说这几天是连假，大家就出外旅游。我知道很多人也闷了很久，想要到外面去。或到外面去的时候放松，还是要注意哦我们的社交的距离的维持。那高铁也宣布了，啊，进场要量体温，超过了一定的体温就不能够进去。那进去的话就一定要来戴口罩。总之，很多的防疫的规定给大家生活上带来一些不方便，但是我相信。我们国民的水准，在政府这样宣布了之后，大家知道，把自己顾好，就是把社会顾好；把自己顾好，就是把家人顾好。每一个人都是防疫最重要的螺丝钉，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它拴紧，那我们的防疫就会成功。让我们全民一起来努力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